Hello， 腾讯时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鸥。因为上一年也来看过嘛，今年看的时候，其实依然觉得西太后非常的对环保主义是非常有执念的，她真的很关注这个环保公益的这个事业，所以这一次的秀的这个模特的头上啊身上都有很多的一些类似包装袋的东西去作为头饰，我觉得她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环保理念的。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几套男装，我非常喜欢那几身男装很酷。多喝水，多睡觉。其实来了以后，大家都在说倒时差，你不用管时差，睡就好了。有时间就多睡觉，所以皮肤才能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觉得今年很特别的是，它有这样的设计，就是也比较仙儿，但是其实它的设计还是有它的朋克元素在的，比如说这个胸衣的部分。其实每一次来巴黎都希望能有更新鲜的地方去，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就去看了一些巴黎很著名的甜品店、咖啡店，还有一些书店或者是鲜花店。对，今天去了很多蛮有特色的地方。